放入葱段，彩椒稍微翻炒，撒点盐，简单调味，再加入已经炒过的虾子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就能上桌。除了美味三色彩椒虾、酱烧活鱼、新鲜炸花枝，也不能错过。这些海味全是基隆在地的新鲜渔获，都是我们基隆的渔船抓的。你看嘛，就一只都 一口刚刚好，非常适合年纪长的啊，小孩吃啊，营养又好吃。无鱼你卖加伤大嘴，哦，你下嘛会使用加的嘛。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，基隆渔会举办料理竞赛，邀请家政班临近邻里使用基隆渔获来场大吃饼。现场除了专业评审评分定胜负，也邀请长者品尝，提前聚餐围炉。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菜，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煮一煮，让大家来吃，非常高兴。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邀请这些银发族一起来围炉，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。啊，我们基隆渔会也特别提早向他们拜年，祝他们身体健康。年菜厨神打 PK， 海鲜礼盒打发挥，道道色香味美，也让社区长者提前感受围炉的温馨。民视新闻陈崇汉基隆报道。